我们今天吃这些，先拆蓝色。切去蛋，糖果，一张小贴画，戒指，再来一个。猪侠，一个小恐龙，拆个绿色的，巧克力风车糖。小雨伞，好漂亮的小雨伞，咋还站不住？Hello， 我们今天吃这些，先拆一个紫色的。奶酪棒，一个小恐龙，可乐棒。小鸟，
效，老公，我想热一下，没啥。换个特效板就都净上了，你看，你就换个羊排也好看，等于换了个菜，你再一打就行了。你再拿上来一会儿啊，啊，羊排又好看。把那个鸡拿过来。羊排又不难看。对，羊排还换个菜嘞，五花肉赶紧得拿来，在底下嘞，老肉拿不上来。这个醋的叶子看着跟真的一样样的。回来怎么保存？放冷冻行吗？它这个冷藏10天，冷冻30天，姐妹们，你冷藏也好，冷冻也好，都是可以的。道具又来了，对，道具也又来了。道具一来就是说明我那肉凉了，需要热一热。我还有一个五花肉的道具呢，一会儿你下去的时候捎来这点。那个五花肉也好看。看五谷鸡爪，五谷鸡爪在小红这就是讲解回放里面有签的。鸡爪是净重吗？它是不带盒子的净重，但是里面有汤汁儿。鸡爪子占比例是大约60%。道具看得很有食欲，对不对？盼了盼了佳琪，好嘞，谢谢宝子。奎哥生气了，今天奎哥说少卖了一个品。主要是我们今天那个，我们今天说实话，我们都是靠第一个品去挣钱的。第一个品耽误了我10几20分钟，然后我第一个品没赚到钱，你不是说没赚到钱，姐妹们，就是没卖，就等于卡了半小时。然后奎哥今天生气了，您看了今天看的特别精神，我精神了，奎哥萎靡了，奎哥今天恼了。奎哥今天恼了，奎哥今天我的心态好，奎哥不行，奎哥今天可没劲了，他烦了。因为我们每天最挣钱的品就是第一个品，因为人气高，人气高的话就是我们四个品剩下的三个都卖不过第一个，你知道吗？人气高嘛，然后呢能多卖点，跑跑量，但是第一个品又耽误了，呵呵，他有点恼，也不知道咋的了。那个哎，姨妈巾呀，姨妈巾店铺有钱的，我还穿着姨妈裤呢。看看五谷鸡爪，五谷鸡爪有讲解回放了，亲爱的，你点开看一下。我涂个口红又吃饭。第一个品上本来是卖酸辣粉的，酸辣粉明天卖了，因为它连接那个券的话出了点问题。没券了，又给我们做，但是做的话又会比较慢一点。哎，没事，你也穿安睡裤是不是？今晚再换，换了，姐妹们。本来说是等几分钟，等几分钟我们就等了，后来等的时间有点久又卖的。他要是上来说就半个小时，我们就换，没事没事，只是有点遗憾，等一天了，我们这一个品没卖好，大家能懂的，可能大家不会能懂那种感觉，就是大家，你想一下，姐妹们，你努力了几？你看你能说俺不能说。你别人在这稀稀拉拉的，什么唇釉是我以前卖的那个，爱希兰的，亲爱的，口红还有吗？口红你们要想要过两天给你们卖吧，亲爱的，或者你去店铺里有，店铺里可以直接拍。只管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说的就是我老公。我戴上手套。天天都想你爱。拍了拍了拍了，好嘞，代餐面包过两天也有，酸辣粉明天卖啊，宝贝儿，明天第一个吧，还是第一个卖。有活动嘛，肯定要是给大家卖一波。好不容易要来的券，看一下老公呀，他不来，姐妹们，他今天他心情不好，他心情不好，他也没啥，他不来，姐妹，等明天吧，明天让他上镜。那挺好吃，像提拉米苏。提拉米苏好吃，代餐面包也有的。好点的蛋白粉，蛋白粉我这里还真没有，姐姐还真没有过鸡蛋白粉的，最近你知道吗？我也没咋卖过这种东西，我给你碰碰看，如果有刚好有鸡的，然后也有好的，我就给你选一选，姐姐不一定不能，你别打着我的谱，姐，我不一定能卖，因为我没有卖过这种类型的东西。蛋白粉我一般都觉得蛋白粉是健身的时候喝哈。对，如果是不健身，没有力量训练的话，喝蛋白粉喝多了对肾脏是有压力的。
你要不要长湿巾我擦一下，对，我洗一下，太那个啥了。你弟弟我以为是你老公，不是，那是我老弟儿，我老公他没今天没上镜，他太忙了。他太忙了。奶茶味少女，姐妹，我喝的奶茶，你们今天怎么这么好看？我今天把头发盘起来了，大家都喜欢看我扎头发是不？我扎头发，视频里面看行，现实中脸太大了，脸太大了，脸显得可大可大了。我吃个水果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吃点饭，吃点肉之类的。这个果冻看的好高级，你说姐妹，一个果冻十几块钱，全卖在包装上面了。前两天怎么没有直播？星期天是正常休息。然后昨天是我来大姨妈了，我肚子疼的不行，姐妹们，我昨天菜都买来了，花了那么多钱，我都放冰箱里冻起来了，冰箱都没空了，硬挤的，都7:30了才决定不播的，疼死了肚子。然后今天好了，我就来了，我的肚子吧，它不准，有的时候好一些，有的时候就疼的都直不起来腰，就决定我这个月喝凉的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它就疼的厉害，姨妈前后不能喝太凉的，我一喝凉的准肚子疼。我的肚子能舒服吗？我说良心话，姐妹，我今天还是有点肚子疼的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呀，所以说我干这几年，我就得好好养，我就得，这个就是青春饭，你要想干一辈子，你都干不了。你看姐妹，你看像我们干吃播的，是不是都年轻的比较多一些？像我一样，就是小媳妇家，就是三十来岁。有的年轻的都20左右，23，要么就是我这个年纪30岁左右，27、28，或者33、32、33，就没有超过40的姐妹干这个。为啥？年纪就稍微长一点，吃不消了就吃个青春饭。你像我姐妹们，我最多再干个几年，我也不能一辈子都干这个活，对胃也不好，对不对？而且的话，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啥时候，你又吃不动了，不想吃了，哎，你看我今天。我才第二天，你说我能舒服吗？但是我也得干呀，我不能说因为我来个亲戚，我三天不干吧，不可能呢。哎呀，硬着头皮干吧。哎呀，好酸啊！这个刀是从某宝买的，天哪！哎，不加蜂蜜酸的倒牙。这个是桃子吗？这个是红心芭乐，它叫红心芭乐。就这种微酸带点甜，螺蛳粉没有钱的，哎呦我的乖了，有点酸耶。新鲜吗？新鲜的，现买的。就是有一点微酸，别的没啥缺点，我吃不了太酸。鸡爪咋拍的？鸡爪的话是36.9元，给大家发的是一桶两斤，就两斤装，36.9元，就便宜死了，姐妹们，这个价格。就是还有谁？这个价格还有谁？往上挤的是蜂蜜，给我拿个洋葱弟弟。对，蜂蜜。你这个鬼味，你那大哥的别那么想。我大哥的，我想我愿意咋咋咋咋。跪下！你要敢打我，收拾直播就敢给你弄。我怎么弄？我胸没油了。你往身上。跪下！跪下给暖一下。可不敢了，站起来了，了不得你当真，那可我穷。不要给短线，一毛，一毛，可短线都穿不。你滚吧，你这凶狠啊！你滚！我忘了，我弟弟当真了。你有换过牙吗？我补过牙，我没有换过牙。烤肠有活动橙子烤肠，但是现在没有，得过段时间能有。现在不合适。
你的手套在小黄车里有。苹果有吗？我从别的直播间买了三箱蛇果，都让我吃完了，还挺好吃。哎，本来想给你们卖来着，都让我吃完了。我可爱吃那种花牛的苹果了，就是蛇果，我觉得超级好吃。我都不爱吃那种脆的苹果，就是那种普通苹果，我喜欢吃那种，就是那种蛇果，又有点脆又有点面，我喜欢吃那种感觉的。纯粹的我还真不是那么爱吃苹果，就爱吃那种蛇果，又有点脆又有点面。爱媛果冻的话，我看这两天能不能再秒一波钱。对，绵绵的，但是也得脆一点，要一点都不脆也不喜欢。我买了三箱，我本来想卖，但是后来我都让我干完了。你也是是不是？我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任宁，我叫任宁，我姓任，提笔写字咋说咋唱的咱也不会，我姓任，我叫宁，我叫任宁。武明会喜欢我？你是给武明会表白呢，还是给我说呢，亲爱的？然后呢，我妹妹叫任小杰，我弟弟叫任世纪，我叫任宁，是这样子的，从一个字到两个字到四个字到三个字，你看我是，对，是这个人，我叫任宁，我妹妹叫任小杰，她三个字了，我弟弟叫任世纪子。四个字，对，任宁，就是我家的这个名字吧，就是越来越长啊、也不管是啥的，就是越叫越长，越叫越长，就我的好听点，任宁、任小杰、任世纪子，四季子都喊他四季子，你看他伙计，都喊弟弟四季子，不喊他任世纪。喊他四季子，然后大名叫任四季子。哎，不好听这个名，我的娘嘞！对，任四季子，对，就这个，一年四季，对，他就这个四季。书里面说的也是我弟弟，也是我弟弟的名字。宿舍没冰箱放几天，没冰箱放不了，亲爱的，这个我收到货立马吃就行。我也没见包装为啥没有了？不知道，他不会跑了吧？咱妈一开门，不会不会，随便去照顾他。你上洗衣屋里去。不光见大麦子了。你真照顾，还是好久没出来了？他别真跑了，你知不道一个。大麦子，大麦子，他在哪嘞？他在睡着了。在人家屋，还治好了，俩都在路上了，也不跑了。那手套我用的是 M 码，亲爱的，我用的是 M 码，吓得哆嗦。他哆嗦了吧？我没有看到过门，他可能看见前面的灯，有点害怕。你有没有发现我家的这个猫长得好像彩，就是那种八嘎狗，就秋田犬，有没有点像？像。像不像秋田犬？他这个猫像不像秋田犬？奎哥都喊他小八嘎。可是抱猫咪来了，还有病了，给他喜欢那个猫喜欢的要命。小八嘎，你有没有看到它长得像秋田犬？那个腿老长了，这个猫。它长得特别像秋田犬呀。它可像秋田犬了，它是个猫，但它像。性格也比较像狗。烤肠里过两天有钱了。它的性格也比较像一只狗。四个字给上户口吗？上的。你就给他说，你就给他说，我们家就要这个名字给上。我没瞎说，他就叫这个名了，天。给上。给上。你家老公就喜欢
你在喝减肥，我不喝那玩意了，铁，从来没喝过，一次都没喝过。你大家也少喝，对，大家就是想减的话，你们就是少吃多运动就完了，亲爱的。要不然你喝的话，你会有依赖性的，真的就是，嗯，饿不了肉还弄个便秘。要不然你越喝越便秘，有的。我没喝过，我也没卖过。他们家没卖过，我没喝过的东西。我家没个十款，也有二十款了，没有二十款也得有十款了，实在话。各种各样的全部都有，我连一口都没喝过，我害怕，我不骗你们了，铁，我不是我说谎是王八蛋的，出门嘎嘣的都行，我害怕。你在人家那里睡干啥呀，宝贝儿？你困他，滋润你的小屁眼。睡了一夜了还睡？看人家都言行，是不是？滋润眼。哎呀，您今天真美，谢谢姐妹。困了，毛孩子困了，他脖子里昨天给他去洗澡都洗不掉了，焦黄。他在人家那个老地方睡的，哎呀，整个我就整到这种地步了。咋这样了？我睡就那个家底下，就人家就睡地方响，就是。手链是前两天买的。嗯。